这个是我前几天刚买了一个镜头，懂摄影的都知道这个镜头很不错。今天刚好去试试，拍个照看看。走，拍照去，兄弟。你装吗？不是你装，我不去。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看错你了呀。不是你装，我不去。你赶快去换，不换你装，我不去了。怎么办？真拿他没办法，女装就女装嘛，哎呀，有多难呢？简单，很 easy。是一个大衣，加上围巾、围脖，然后是 JK 制服裙，还有光腿神器，这个，还有一个靴子，这样的搭配，可以看一看整体的效果。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镜子，女装工作室，不错吧？因为这个天气还是有点冷，还没有到四月份呢，这才三月份，所以光腿神器还是很必要的，尤其是北京这个天气。大衣的颜色也是跟这个靴子、裙子的颜色比较搭，还有围脖的都是驼色的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哎，号呢？年费打完呢？不管了。哎，你别急啊，你别急。我现在打完再走，打完再走。不打了。走。咱们现在就去。游戏哪有兄弟的吗？咱们现在就出发。这个是我们小区的东门，对，东门，我们要在这里场地试拍几张。你都开始了。